再见。行程的这个表格，那我们就回忆一下，说这8天时间我们都干了什么？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啊。说呢，首先呢，佳佳刚刚与各位见面的时候啊，还互相都一个丢出的广场文化世纪广场，以及我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公园北山公园。那么到此为止，我们全部的这个行程最东端，也就是中国第一缕阳光升起来的位置。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江边的距离，所以它会黑天。几点黑天呢？晚上9-10点左右，天黑下来，凌晨2点天就亮起来。黑天只有这么短暂的几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在著名的这一个地方，北京村边的此处，可以去玩个滑雪，可以坐一下我们古代的交通工具狗拉爬犁、马拉爬犁，拉着你漫山遍野的感觉。城北这边的美丽景色还有很多，还值得各位去浏览。那这一路上这个行程啊，全部呢，佳佳陪和司机和大家一起共同度过，包括我们司机大哥。
那看大水包有差呢，有分这个，没有太小。妹妹，你认识是吗？可以。台湾紧急。